组抵达通报地点，立即以湿布覆盖搁浅海龟，初步检查无外伤，后续将其带回水事所进行留置及详细检查。巡逻组抵达通报地点，立即以湿布覆盖搁浅海龟，并持续洒水保持湿润。下午6:50，水事所人员抵达现场，研判海龟品种为绿蜥龟，初步检查无外伤，后续将其带回水事所进行留置及详细检查。保育类动物是我们每一个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责任，为了给予后代子孙更丰富的自然资源，不应滥捕滥杀保育类动物外，更应积极的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。